咁最後咧，佢就鬥我哋上水嘅時候咧，就揾我哋嗰啲人，揾我哋村民，揾邊個可以做講得説話嘅。咁當其時咧，就冇人敢出，喺人見到日本人啲驚噶嘛。咁咪有個教會咧，基督教徒呢一個人咧有啲名望啊，佢叫廖秀鵬。咁咪出嚟接觸佢，結果咧，佢就不講情理。就叫廖秀鵬帶路，兼埋孭埋子彈，就帶路去到咧，一路咧就去到金田，一路去到金田啊！去金田嘅時候咧，最後咧，日本仔咧就喺嗰日係九號嗰朝早咧，就八號就過上水啊，嗰晚就喺金田休息，即係駐兵嗰度休息。第朝早咧就九號咧嗰日咧就嗰啲軍隊咧就落去元朗日本仔，咁咧就寫咗張條紙，即係俾呢個廖秀鵬，叫沿途日本軍隊咧就沿途放行佢，就翻到上水啦。